哟，大家好，这里是婷婷呢。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奥比岛的小游戏啊。那么还是，反正我每次都是会在那个家里那个开场啊，因为我还是在那里弄这个衣柜，对吧？四多页哈。那么先说一句，说一件事情，那么就是。我在帮一个人，帮一个朋友卖 house， 就是这里就是我自己做了一张图啊，你们可以自己暂停看一下，如果想要的话，你可以加我奥比，或者是加我那个 QQ 也都可以，当然哈，要先钱的哈，先物的话免谈，先后的话免谈，那么就是一个这样子，你们暂停看一下就行，好的。还有就是他们现在不是说在那里传蓬松复出嘛，然后现在就是蓬松都非常那个了，但然后现在他们又在传娇气也要复出了，真的可就玩不下去了，我突然有点想推倒的冲动。他们说那个娇气也就是这个表情也是要复出的，黄金店铺说的，我真的有点想催倒冲动，那么就是看这几天吧，如果娇气什么的话真的被他们传得非常那跟蓬松一样，因为蓬松还没有复出啊，就是下周预告什么的嘛，所以现在蓬松也就是非常非常不值钱了嘛，所以呢就是我最近看吧，看这个娇气什么的，反正感觉新年复出的东西真的好多好多，感觉玩不下去了，就这几天看吧。如果这我要推倒的话，我会专门拍个视频的，然后衣柜的话就是全甩哈。那现在还不是，因为我还不清楚那个娇气什么的。那么今天的话就是打算玩一会儿那个新活动当中的一些小游戏就行了。好的，那个我们去玩吧。好的，那么。我就是刚才去浏览一下那个群啊什么的，就是他们都在那里说什么那个娇气一个系列要复出啊什么的。不管了，我们就去玩游戏吧，反正到时候看吧。我就是这几天观察快捷上面娇气的状况，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是那个什么推倒吧。那推倒的话，我也就是不录视频了哈。我就是我就是把这一些值钱的什么都卖掉之后，还会就是录视频来拍一些小游戏之类的，或者是拍天天酷跑那些 iPad 上面的也行。那么我现在去看一下那个娇气的那个状况吧。好像那个就是快捷了，好像就是没有说什么要复出，反正就是那个群里在传，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说是那个黄金店铺说的，但我也是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快捷还是比较平淡哈。那么我们去玩抢凳子吧，个人是比较喜欢抢凳子的，对，但是好像就两个人哦，人蛮多的，那么可以玩了。这游戏的话我有没有说过啊，反正就是在那个就是再说一下吧，就是开始之后的话你可以捡这些礼物，然后这些礼物就是可以互换那这里的服装的，但是呢你不要光捡礼物了，还要注意这个圣诞老人所说的话，对，然后他说开始的话就是可以去抢凳子，好的，开始了，我们不抢礼物了，好的，那我成功抢到了凳子。那么我们继续去捡礼物，我每当最后关键的时刻就是不去管这些礼物，直接就是守在这个地方，对对对啊，这好的，那么抢到了，好的，那么现在是只有两个凳子了，三个人抢两个凳子，那么就是一个人会淘汰，那么我们就是好好加油啊，我不抢了，我就在这里守着。好的，那么我们坚持到了最后，可以得到17个那个礼物，我是全都互换掉啦。我们再来玩一局。
那么继续捡礼物。唉，真的感觉对白天无爱了。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呢？唉，那个小妞妞变法也复出了。反正我觉得啊，娇气复出的话，我感觉就是真的，那些粉玫瑰啊、女托，感觉真的离那个复出不远了。所以我就是打算，如果快捷在那里传娇气复出的话，或者是等娇气真的复出了的话，我就是打算退的，然后到时候就是那个卖物，好吧？然后就是可以联系我，对。那么我们要抢到凳子。我们去玩这个搭配的，就是跟奇迹暖暖一样的一个游戏，人太多了。我们就是来看一下这个，反正 我搭配，特别是这个牙仙这个我过不去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这是浪漫一刻，我们就是关于结婚啊什么的东西吧。要头纱，弄光效吧。头发的话，我们就是要，哎，这个草不错。浪漫一刻当然是要长发，那种比较浪漫的那种长发吧。反正我这个人不太会搭配，就将就将就了，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过去。反正我那个牙仙那里哈，就是主题我老是不符合，完全不符合主题，零分哈，就是这样子。我也不知道啊。看看有没有那个浪漫一刻。这算浪漫吗？这公主啊，这里有浪漫的啊，在这里看就行了。那看一下有没有浪漫的那些。这个是浪漫，那个觉得不搭啊，这个吧。对，刚才是怎么回事？那么下身的话，我们也就是来看一下。对了，这头发是浪漫的吗？哦，好的，那么我们就直接这样子的话，应该算符合主题了吧？浪漫，好的，那么就是再回复一下。这鞋子可以不穿吗？不想穿鞋子。表情，浪漫的表情，这个呢？就这样子吧。十分 ，yes， 终于满分了一次啊！又是浪漫时刻，那么我是又可以满分一次了，是吗？好吧，我终于知道是如何搭配的，就是要看它的那个，就是这里有那个风格什么的。对，我之前都没有看啊，怪不得。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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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下身好像有个什么东西，没有，上身好像也有一个什么东西，这个，那么手部也就是还是那个了，在哪？哎，这个也可以，表情还是那个，就这样子了，哎，为什么是九分，少了一分啊喂。有人说蓬松复出，我就推的，总之反正就是那个娇气复出，我推的啊。那么继续吧，可爱萌帅，最好有大衣的。这个还是我第一次，头一次那个搭配啊。那么就是要萌帅的话，那么就是要男发，可爱一点的那种。对，像这种就可以了吧。要大衣暖男翁什么什么大衣，可爱萌帅，
容我思考思考。啊，天。这个。我感觉这次不行了耶。啊，我懒得管了，随便搭配搭配就像了。化妆这算大衣吗？这算可爱了吧？哦，受不了了，我不太会搭配这个。Oh no！ 两分，十分，好吧，继续。这是高冷女郎。哎，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哎，真的，啊我天，啊我天，啊，我干了什么？然后这是我的性欲什么都上上这里了。高冷女王，包含披肩，这是披肩吧？哦，圣诞的这么一套应该可以的。啊，试试看。啊，那个话筒怎么会这样子？哎。我不管了，我就这样子搭配的话，就这么一套了。我啊、no！ 那么我那个漫雾的那个图片呢，我再发一下。对。啊，我说了，我最近就是在卖这些小物品，因为我最近啊急缺饭钱什么的，那么就是先卖些小物来凑一下饭钱，就是卖这些啊。暂停看一下，那么还有哈就是啊愿上线，嗯，那么还就是帮别人卖号啊什么的，反正到时候那个叫谢福出来我就全甩哈，反正那个衣柜也大家也看过了，对。那么就不玩了，嗯，看一下有什么可以玩的吧，快到袜里来。又是一个动画了，挂圣诞袜可获得惊喜礼物哦，圣诞袜及加速糖果可以从圣诞老人准备好的礼盒中拿，这是红包是专属的。这个袜子，好吧，感觉就是没有这么多时间那个什么，那好像其他应该就是没有什么新的那个欢乐圣诞节这个哦，这是任务呢。绝版礼物盒，那半年就没什么卵用。唉，反正说进入下周，反正盆松四十五斤赞助出真的，天哪，白天啊，白天。那么这期就这样子了，各位拜拜。